想送到你无止境的黑夜，怕痛苦陪着我是装不为了你才想对。 Getting hones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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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非常精彩，没得挑剔。但是我只有一个问题想要问，因为我记得上次Bido 也是表现得非常好。对， Bido 去哪里了？ Bido 在这里。因为我们公司很注重身材这件事情，对，是。然后所以我们每天到公司都要量体重，然后写在黑板上。这么的残酷，就每天几号几号这样都记下。最后第二场甄选的时候，也有加入体重的考量，所以最后因为体重就是逼到很遗憾没有上场这样。体重它是刚好刚吃饱吧？体重它是比规定多了多少？大概3公斤。三公斤就不能上台？那不止一餐喽，太严格了。你好，我全体重决定出场。我先离开电视台。